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啊，为了成佛，嗯、今天啊，我们听法，然后静静的修心。啊，成了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嗯。啊，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嗯，啊，今天的课。 是中喀巴大师的这个元气赞，嗯，那么这个元气赞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称赞佛陀的一种论典啊。那么它这个称赞的这种方法呢，啊，就是因为佛陀啊，他证悟了缘起，嗯，缘起的理论，缘起的道理。 然后呢，佛陀自己证悟了以后啊，然后把这个缘起的道理啊，啊，传讲给咳咳啊众生，嗯，啊，从这两个方面来啊，这个赞扬佛陀，嗯，咳咳因为宗喀巴大师认为啊，这个所有的啊这些，比如说啊、呃、这个啊神通、嗯，还有以及。 四禅八丁啊，这样子的禅定的这个呃功夫啊，以及其他的时间的这些功德啊，都不如啊正无元气。嗯 <coughs>，那为什么呢？因为神通啊，还有这个四禅八丁这样子的这个禅定啊，不能嗯解决人的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嗯。 唯一啊，能够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啊，唯一能够让我们获得解脱的方法，就是真悟空心啊、嗯。所以从这个啊，从从从这方面啊，称赞佛陀的话，那这是这个是最殊胜的啊，赞扬的方式嗯。嗯，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同时我们也可以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这样子理解啊，呃，我们学佛的人也好啊，或者是其他宗教的，呃，学其他宗教的也都是一样。作为一一个呃佛教徒也好，宗教徒也好，那啊,咳咳啊就能够找到一个啊准确的这个这个这个呃教派，或者是宗教或者方法。 啊，也就是说，能够找到一个准确无误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道师，啊，是作为一个啊修行人啊修行人来说，作为一个宗教徒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不仅是宗教啊，任何一个教育都是一样，这个教育啊，对一个人的工作，对一个人的生活，对一个人的一辈子啊。 都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那这个呃，包括佛教在内啊，那宗教呢更重要。为什么啊？如果呃这个没有，如果做不好的话啊，这个宗教它不仅是就毁掉了一生啊啊，就是生生死死，整个咳咳这个呃、啊、生生死死，整个生命轮回当中都制造了啊各种各样的罪业，就毁掉。 毁掉的不仅是意识量是，啊，如果啊找到了一个准确无误的这个宗教啊，或者是这个导师的话啊，那就不仅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利益啊、健康长寿啊，能够让我们活得解脱啊。所以，就是作为一个啊宗教徒来说，找到一个准确的啊、正确的导师啊、正确的这个引导，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所以，我们迷法里面呢，经常也讲这个金刚上士啊，寻找金刚上士的重要性，反复的讲。为什么呢？也就是因为我们咳咳啊，学佛的过程当中，虽然是释迦牟尼佛传讲的法啊，是准确无误的，嗯，但是呢，如果后来的人啊，就讲佛陀的这个思想啊，传播佛陀的思想的过程当中，如果 啊，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呃、啊，还没有真正的这个传到佛呃，这个佛佛佛的这个思想啊，扭曲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啊，这个这种啊，这种这种传播或者是这种宗教啊，或者这种上师对其他人的影响啊，那就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学校里的这个老师之类的啊，那这个就是不仅是。 对一生的影响啊，这个有多世累积当中，都要不就是能够解脱，要不就能够毁掉啊，多地狱这样子的可能都有，所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嗯，<coughs> 那这个远期咱啊的这一部分呢，首先就是讲啊啊，释迦牟尼佛啊，他是一个啊准确无误的导师。 啊，呃、啊，为什么说他是准确无误的导师呢？嗯，那我们啊，从释迦牟尼佛这里，我们要学什么呢？啊，我们就是要学一个，呃、啊，能够正呃，能够解脱的方法啊。 并不是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这里学啊，我们能够赚更多的钱，然后呢，我们能够更长寿，能够更健康啊。它不是我们在佛陀这里我们要学的，都不是这些了啊。那就是啊，要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解脱的方法啊。那么，如果我们在佛陀这里能够学到这个解脱的方法啊。 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能够给我们，能够告诉我们啊，能够给我们传啊这个呃解脱的方法，准确无误的解脱的方法。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佛呃，这个这个导师啊，也就是佛是准确无误的这个导师，啊、嗯，准确无误的导师，嗯。 呃，那我们怎么样去证明释迦牟尼佛是这个全知啊、正确、正确无误的呢？全知在英明当中啊，它有两种含义啊，这个广义和狭义啊。广义的这个全知是什么呢？它能够知道万事万物的发展、万事万物的本质、万事万物的变化啊，知道过去、未来、现在啊。 那么这样子，这些叫做这个全知，这是这是广义的全知。嗯，狭义的全知是什么呢？是量论啊，居士里面讲过很多次。那、嗯、么其实释迦牟尼佛我，我对我们来说不需要知道这么多的东西。 啊，佛陀能不能知道过去？能不能知道未来？啊，他能不能知道这个？比如说啊、呃，天文地理啊，这个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要知道天文，那我们可以找天文学家啊；如果要知道地理，那我们可以可以找这个呃科学家。嗯，如果要知道过去，那我们可以去找这个历史学家啊咳咳。但是。 佛陀，我呃，就是我们从佛陀这里要得到的，要学到、学学到的，就不是这样。作为一个寻求解脱的人来说，那我们需要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啊，一个这个正确的解脱的方法。 那、嗯啊、那我们学到是这个，那么佛陀如果能够告诉我们这一点，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叫佛陀叫做劝知啊。那这个圈里面呢，不包含所有的这些事物的变化。那这是什么？这个圈啊，这个全面，这个全面的意思呢？这个这个当中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给我们治一个解脱的，完全能够解脱的一个这样子的啊，全部的这个方法啊。 啊，这叫这也叫做全知啊，它能够给我们、啊，它能够告诉我们解脱的一个全啊一个全部的方方方法啊，一个完整的啊这个方法，这也叫做全知啊，全知就有两种，嗯、呃，《十亮论》当中也讲过了，呃，《十量论》当中也讲过了，我们不需要啊，我们不需要佛陀。 知道啊，这个每一滴水里面有多少个微生物啊？佛，我们不需要佛陀知道我们的身体有多少个这个有有有有什么样的细胞啊？我们不需要佛陀知道啊，这个宇宙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每一个这个天体的这个啊公转啊自转的这个数据是多少？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 不重要，啊，咳咳如果佛陀佛陀知道这呃、啊、刚才我们所说,说的这一切，那、啊、唯一的佛陀不能告诉我们这种解脱的方法的话，那么啊，作为一个寻求解脱的人来说，这个导师是没有用的啊，这个导师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 我需要的他不能给我啊，他能够给我的，他能够教给我的，能够教我的这些东西，都我不感兴趣的，我不需要的。嗯，所以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全知就有两种啊，两种这个定义。那么释迦牟尼佛到底是啊这两个当中的那一个全知呢？实际上啊，释迦牟尼佛是。 光义的这个圈子，也是下义的圈子，都是啊。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光义的圈子，我们需要的是下义的圈子。只要释迦牟尼佛能够告诉我们啊一个完整的这个解脱的方法，这样子我们就足够啊咳咳。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到底释迦牟尼佛能不能给我们啊教我们这样子的这个方法呢？ 然后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啊，他证悟了这个缘起的这个理论啊，所以我们就咳咳明白那、啊、然后我们就知道释迦牟尼佛是有办法啊，这个一个让一个人解脱啊。然后释迦牟尼佛转了三次的法轮。 啊，这个怨气的理论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呢，我们也知道释迦牟尼佛啊有啊，释迦牟尼佛有能力，不仅是自己证悟了，而且有能力自己证悟的东西啊传给我们啊，这样子以后呢，啊，就是我们就知道就可以确定啊，释迦牟尼佛是对我们来说啊是一个正确啊悟的。 和一个这样子的导师啊，他是宗喀巴大师呢，从这个方面来赞扬啊释迦牟尼佛啊，比如说啊这个，比如说呃一个学生啊，他是要他需要学数学啊，那么 <coughs> 一位老师是对在这个对数学方面啊非常好的，他只要能够他要学的这个数学全部能够跟跟教他啊。 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他其他的啊，化学、物理啊方面，如果这个老师差一点啊，那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不需要学这些东西啊，他他会这些东西跟不会跟我没有关系，只要他跟我能够教数学就可以了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这个下移的这个咳咳啊，这个全职。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通过这种缘起的方法，我们可以推理啊，释迦牟尼佛是完全是可以可以推理，在这个下移的啊这个，呃啊意义上的这个全知啊，完全我们可以推出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全知的啊，通过这方面咱啊、嗯、这个成长的。 嗯，然后首先呢，我们啊，这个《中国八大师讲》是讲释迦牟尼佛讲啊，川江般若啊，川江这个愿起川江空心的这一类的啊，这个佛陀的这些经典啊，都是正确的啊，都是正确的。嗯，嗯比如说啊，般若十万松啊啊，般、啊、若十万松啊，然后呢。 般若十万松浓缩了以后呢，啊，就像这个般若奢颂啊，还有就是这个金刚经啊，还有般若心经啊，这些都是浓缩版。嗯，呃，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我们自己现在就是通过这种这种推理的方式，通过这种中观的这个推理的方式。 啊，可以推导，那、啊、这个佛说的这个缘起性空，哦、呃，是完全是正确的，啊，完全是正确的。那、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啊，呃、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在就自己悟道，然后传法。这个时候呢，印度呃，已经是在这个之前就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观点，嗯，各种各样的观点。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一个啊，这所有的这个宗教里面呢，没有一个人说啊，这个缘起啊，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子的，就没有一个是像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啊，讲这种啊讲这种缘起的啊。一方面呢是空心啊，另外一方面呢不需要造物主，不需要其他的万能神啊，就像是这个自然科学当中啊这样的。 完全是一样，就是一切物质啊，都是啊，一切物质、一切事物，它自己的变化以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发展，是以它自己的因和愿来决定啊，并不是归身决定这个问题。嗯，所以到现在也没有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呃一个一个特殊的啊这个观点。 嗯，那我们现在呢，通过这种方法去推导释迦牟尼佛悟到了这个以后呢，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的清楚了，这个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获得解脱。嗯，为什么获得解脱呢？因为我们现在找到了啊，已经找到了我们今天为什么啊轮回的这个因缘啊这个原因。 啊，我们也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学到学到了这个怨气啊，然后怨气它有外在的这个因缘和内在的因缘，这个我们上次啊，在这个呃呃因呃呃这个呃缘气经啊当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有外在的和内在的啊，然后内在的这个缘气啊，就是我们中一个一个终生啊。 怎么样轮回？为什么要轮回？整个轮回的过程是什么样子啊？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了啊，就是我们轮回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嗯，这时候呢，也佛陀也就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轮回的根源啊啊，不是神啊，不是鬼啊，不是别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错觉啊。 五名，这就是啊，我们的这个轮回的根源啊，轮回的这个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这样子的啊，不断的啊，这个轮转不息的动力、原动力啊，就是这个五名。嗯，然后这个五名怎么样去啊？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啊，那当然是智慧了啊，这个不是神啊，不是万能神来解决这个啊。 不是这个世间的任何一种非常有实力的墨鬼来解决这个问题，都不是啊，就是自己的智慧啊，去推翻无名，嗯，然后推翻了无名以后呢，然后从无名当中产生的啊，或者是因为有无名的银元，然后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银元啊，都会停止的。 啊，都会停止下，停止了，轮回停止了，这就是解脱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啊，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也能够非常清楚的啊，非常清楚的可以推理啊，这个轮回的根源会怎么样可以解决啊？这个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啊。那这个清楚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理论是释迦牟尼佛啊。 传给我们的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创立的一个这样子的理论啊。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知道佛陀啊是一个正确误者啊。对一个寻求解脱的人来说，佛陀就是一个全职者啊，全职者咳咳啊这样子的这个称赞的。 然后、嗯、我们就啊这一部分呢，就是讲这些啊。这个之前我大概讲一下这个的内容。总的来说，这个中医就是这样子。这个在佛经里面，这叫做综艺“纵意”。嗯，然后这个词啊，它的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呃，横左绕一指，未以终生苦；，说角藏空心，啊，无鼻音丁银。 为远弃刀离啊！第一项就是说，呃，释迦牟尼佛啊，是什么呢？就是恒作饶一啊，恒作永远都是利益众生的。嗯，呃，不仅是释迦牟尼佛啊，所有的佛，所有的菩萨，嗯，他们的唯一的工作是什么呢？啊，就是利益众生。嗯，利益众生，佛菩萨的这个工作，唯一的工作就是利益众生。嗯。 度化众生啊！除了利益众生以外呢，佛菩萨啊，真的是没有任何自己的事情啊。所以呢，横着绕一指、嗯，啊，横着绕一指就是佛陀啊，导师，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就是横着绕一指。嗯，呃、啊，唯一众生故，就是为了利益所有的众生，为了饶一所有的众生。 为了让你所有众生啊，说释迦牟尼佛的教啊，说教，嗯，那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当中的这个藏是它的核心啊，藏就是它的核心啊，佛佛教的啊核心是什么啊？佛教的中心啊，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啊？藏这个就是空心啊。 佛教啊、呃，佛教的这个核心是空行。就是说空行啊，也就是缘起啊，缘起跟这个空心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嗯，那缘起啊，或者是空心，是释迦牟尼佛的核心，这个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核心啊，啊、呃，就是这个，嗯。 那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核心啊是空心。那空心我们怎么样去决定？决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抉择啊？我们怎么样去啊这个确定啊这个一切物质都是呃都是空心呢？啊，在我们的感官的这个世界当中啊，这一切物质都是非常的真实。嗯。 都是非常真实，没有一个东西是虚假的啊！我们眼睛看到的也是真实的啊，我们耳朵听到的也是真实的。嗯，言而必思神，神啊，所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个物质世界都是非常真实的东西，嗯，非常真实的东西。<coughs> 那么佛说啊。 我们认为是非常真实的东西。佛说这个不真实，这个是虚假啊。那我们现在啊，这个佛说的这个所有东西是所有物质世界是虚假，包括精神也是一样，所有都是虚假空心啊。这佛说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理论，跟我们的感官的结论现在已经有了非常严重的冲突啊，有非常严重的冲突。嗯。 那有这个严重的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到底啊，我们到底跟谁呢？啊，跟着我的干观的结论啊，还是跟着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会啊？那其中我们只能选择啊，只能选择一个啊。如果我们要跟着佛陀走的话，那必须要否定啊我们的感官的结论啊。 如果我们就是从无始以来到今天这样子，我们平时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咳咳啊，都是这样子啊。那现在也是我们跟着我自己的这个感官的这个啊呃结论走的话啊，那就我们只能否定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诲。嗯，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啊，这时候说。 那如果我们啊要跟着释迦牟尼佛的啊这个呃教诲走的话，那我们要要要否定我的这个感官的结论。那怎么样感官？怎么样否定呢？务必决定因啊，无上的务必的啊，决定的因是什么？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因就是这个推理的方式啊、呃，决定啊，就是说我。 认识我对这个空性的认知啊，对空性的认识，嗯，是怎么样能够产生呢？以什么东西让我产生这个啊知人知呢？啊，务必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为缘起道理啊，缘起的道理就是务必的决定因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呃，这个缘起啊。 缘起啊，怨、呃、气的理论啊、呃，然后让我们知道啊、呃，这个世界是虚幻的啊。这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呃明白一个道理啊。有些人呢说啊，就我们不需要啊，不需要理论啊，不需要文思，要实修啊。当然，这个是要我们需要实修这一这这这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啊。那然后有些人呢？ 虽然没有说不需要施修，但是呢，啊，但是呢，就是永远都是啊文思啊，永远都停留在这个文思的阶段当中，不去修心。嗯，啊，有些人呢，就是很明确、明确的去否定啊文思啊，对文思啊，不但是自己不感兴趣，而且啊，去否定啊这个文思要失修。啊，那么这两个。 啊，都是极端，这两个都是错误的，不对的。嗯，啊，我们既啊要温思啊，也要修行啊，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学佛的方式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温，呃呃，如果没有啊，没有这个温思的话，那么这个当中啊讲的也很清楚了，无别决定赢 为冤起道理，那务必的决定因啊，让我们确定这个啊，我们去确定这一切空，一切事物都是空形，是幻觉，是呃，是这个虚幻的啊。那这种确定的务必的因是什么呢？就是啊，缘起，就是缘起。嗯，那缘起我们要去学啊，要去学。 要去听听了以后呢，我们也要去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嗯，咳咳如果没有思考啊，没有去听这样子的话，直接要政悟空心，这个很难了。当然了，啊，也是极个别的啊，因缘非常成熟的人，那、啊、就是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的，像我们的这个佛教的历史上啊，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印度佛教的历史上。 都有呃，这个出现过这样子的人啊，这样子的非常了不起的人，嗯，但是呢，啊、呃，我们不可能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啊，这个不可能。像六六祖慧能大师啊，这样子的人在禅宗的历史上有多少啊？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嗯，咳咳像这个悟空光尊者啊，像宗喀巴大师啊，这样子的啊，这个。 成就者在藏传佛教的这个历史上有多少啊？没有很多，嗯，像龙树菩萨啊，像这样子的这个无主菩萨这样子的成就者，在印度佛教上有多少？也不是很多，嗯，咳咳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呢，就是需要这个啊，需要温思，非常的重要啊，通过温思啊。 然后通过温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原有的这些很多的错误的观念啊，错误的观念，每一个观念我们都去把它否定啊，否定啊，所有的，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实有的，把这个观念否定了啊，然后我们默认了这个世界是唱住不灭的这个观点也要去否定啊，然后呢，我们包括自己的身体。 他人的身体，我们认为这是干净的、清净的啊，这个也要去否定。然后呢，我们也就默认了这个轮回是幸福的、快乐的啊，这个也要去否定。那这所有东西啊，这些所有错误的观念都否定了以后呢，啊啊，这这种否定的方法就是要通过文思啊，通过文思，然后把我们的这些长啊，这个由经。精 啊，等这些这个所有的观念都推翻了以后啊，最终的答案啊，最终的答案就在哪里呢？就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啊。这个时候要通过修心，嗯，通过修心，然后去证悟啊，最终最终极的答案啊，最终极的答案就在这个内心当中啊。但是呢，在这个这这个最我们。 当我们找到这个最终极的答案之前啊，需要这个文思啊，通过文思把、啊、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啊这些错误的观念啊，每一个一个的推翻啊。我们当我们推翻了一个错误的观念的时候呢，可以说我们离这个最终极的答案近了一步了啊，进一步。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往这个最终极的答案啊，往这个。 考龙啊，然后最后啊，可以证悟啊。那我们普通人没有这种过程的话啊，一下子就能够证悟空性，这个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不相信的话啊，大家可以是你们可以不修前心啊，可以不修出离心，可以不修菩提心，金刚萨埵什么都不修啊。然后呢，直接听大圆满，观大圆满的定，然后。 然后就去修大圆满，能不能真悟空心啊？一年、两年、两年、三年以后，就根本就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了啊！这个时候就像现在啊，很多人就觉得啊，有钱就很幸福，然后呢，一辈子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拼命的去挣钱，有了钱以后呢，然后就不幸福了，根本就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很空虚一样的啊。 没有基础去修了大圆满以后呢，修了修了修了两三年以后呢，最高的大圆满都已经停了，但是呢，我没有真悟了啊，没有真悟了，烦恼所有的烦恼贪嗔痴,痴都还在，这个时候就根本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因为法佛法最高的佛法啊已经停了也修了啊也跟我传了，没有更高的法了，但是呢我没有真悟，那么现在怎么办？没有办法，就这么空虚啊。 这个时候一定会回,回到啊，这个回到回到再回来从人生难得开始修啊，只有这样子。所以这个呃，文思是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呢，最终极的答案啊，我们要找到最终极的答案，还是要通过修心啊。文思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这种答案的啊。从在文思当中找不到这种答案啊。 但是呢，文思可以让我们接近啊这个答案啊，可以让我们接近这种答案。嗯，当我们啊这个最终极的答案离得很近的时候啊，离得很近的时候，让我们不要闻思了啊。这个时候就通过修心，嗯，通过修心就可以证悟。<coughs> 所以啊，就就尤其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就讲这三个字：闻思修啊。 啊，无论是汉传佛教也好，藏传佛教也好，比如说汉传佛教里面呢，虽然没有这么文思修这样子的这个啊，这这这种这种这种这个过程，但是呢，文思需不需要文？需要文啊，思考需不需要？需要思考，修心需不需要？都都都需要啊！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什么佛教都需要这些，所以啊，不要说啊，我们不需要文思，这个是错误的说法啊。 更不要说我们不需要修心啊，不需要修前心啊，不需要修什么，这个是更加的错误。所以我们两面都需要啊，呃，就是说这个地方就讲啊，我们啊这个能够能够决定啊这个空心是真实的啊，这样子的话以什么方法来决定呢？啊，唯一的就是远期啊，远期的理、这、论、个，嗯。 那怨气的利润怎么样能够决定这个是空心呢？啊咳咳，什么叫做怨气呢？啊，就是实际上这些物质啊，这个物质世界，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精神世界，实际上它是啊，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观察的话，它是不存在的东西。嗯，咳咳但是它虽然是不存在，但是呢，啊。 在我们的这个感官的这个层面来讲啊，它们都是存在嗯，那如果它是实际上它不存在，那我们的感官的这个五种感官的这个层面的这些东西啊，实际上不存，那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啊，它们怎么产生的呢？啊，这叫做元气啊，这叫做元气。那、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啊，比如说我们。 今天我们看到，呃，除了这个，除了这个，啊啊，色、呃呃、盲以外的，所有正常人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彩色的，啊，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嗯，但是呢，啊，就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彩色的，啊，没有彩色，嗯，只不过就是，呃，只不过就是因为这个广的。 啊，这个波段的这个长和短来决定什么东西是红颜色啊，什么东西是白颜色啊，实际上是不存在。嗯，那么，呃，这个、物质啊，光啊，它就是一种一种一种是一种波，就是一种电磁波的一种，是光波啊。那它本身是没有颜色。嗯，那么。 它没有颜色，那这个颜色是不是在我们的眼睛的这个结构当中呢？啊，比如说我们眼睛的视网膜，然后就是视神经啊，还有就是这个呃晶状体啊，是不是在这些结构当中呢？啊，就不是啊？为什么不是？啊，如果这个颜色红啊、黄等颜色在我们的眼球当中的话。 那就不需要这些时间，不需要这些外在的，啊、呃，这个物质啊，那就没有这些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当也能够看得，也要看得见这，这些颜这些颜色啊，但是我们看不见，这个是因为外在的东西啊，有一个特殊的东西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红色、绿色啊，平时看不见，这个就是说明这个颜色不在我们的眼球当中啊。 呃、啊，那么物质上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呢？也不存在啊。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球啊的结构啊，然后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光波，啊，就是这两个叫做因和怨啊，因缘聚合的时候呢，然后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呢，就产生了红、黄、绿等等这些颜色啊，这叫做怨气。 <coughs> 这就是缘起。那我们的这个呃呃这个呃，从我们的这个感官，尤其是这个视觉的角度来讲，这些颜色啊是非常真实的东西了啊。从我们的视觉的角度，如果我们不要去观察我们的视觉是正确或者不正确啊，只要我视觉看到我，我我们认可啊。 不观察它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有颜色，就是一个彩色的世界啊。这个一点都不啊，一点都不不不虚，都是准确的啊 <coughs>。但是呢，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观察这个到底啊，这个世界有没有颜色呢？啊，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就发现这个世界是没有颜色的，没有颜色。 啊，那既然是没有烟是，这个是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个是彩色呢？啊，然后一观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啊眼睛的结构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这外在的光就是有这个光波有长有短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是这两个音缘聚合的时候，让我们的眼一这个视觉当中呢，就是产生了这么多的啊这个形形色色的颜色，啊。 但是呢，我们的意识啊，第六意识，它是一个最愚蠢的啊，他根本就，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假的。然后呢，他认为啊，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啊，这个世界是有颜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眼睛啊，看到它是有，它是有颜色的啊，所以它是有颜色的。它就是这样，它是依赖啊。 他的唯一的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啊，我们意识啊，我们的意识确定这个世界是有颜色啊。那么他的唯一的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视觉，啊，就是视觉，因为视觉啊告诉他这个世界有颜色，然后他就确定这个世界是有颜色。嗯，然后他不仅是很愚蠢啊，他自己犯错误，而且他非常的固执。 啊，如果有一天啊，说有人说这个颜色，这个世界是没有颜色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他立即就就去反驳啊，他立即一定会反驳，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视觉告诉我这个是有颜色的啊，这个不可能没有颜色，他会这样子反驳啊。但是呢，我们的意识错了啊。 一是为什么错了呢？就是一是他自己没有去考啊，他没有去思考我的视觉看到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他从来没有没有没有，他是过度的去相信，嗯，所以他犯了这个错误啊，呃、啊，这样子的叫做这个缘起啊，然后我们的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的啊，无知，我们的眼睛看。 啊，这个是真实的，让我们的触觉啊，就感觉到这个桌子是一个坚硬的物质啊，坚硬的物体。嗯，那、啊、这样子以后呢，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我啊，这个触觉告诉我啊，这是坚硬的啊东西。这样子以后呢，我的意识从来都没有去去思考啊。 我初觉告诉我的这这这个结论呢、啊，是不是正确？他从来没有去告，他从来都没有去啊、呃、思考这个问题。他一直都认为这是最准确的啊，最准确的真理，嗯，最准确的真理。他认为这是唯一的这个真理，啊，咳咳他实际上自己错啊，错了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过度的呃行来啊这个初觉。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就错了啊，但是他很愚啊，他很愚蠢，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啊，而且他很固执。如果有一天啊，有人说这个物质啊，这个桌子它不是一个坚硬的东西，这样子的话，那他立即会反驳，嗯，他反驳，他会说这个不可能，嗯，这个违背了啊，违背逻辑啊，违背什么逻辑呢？ 最终啊，最终说来说去，最终什么就是自己的视觉啊和触觉啊。除了视觉和这个触觉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这个是坚音的呢？啊，没有唯一的唯一的这个，呃，这个呃证据啊啊，唯一的证据最终啊就是就是就是这五种感官嗯。 如果五种感官它真的是一个这么可以新的果的的东西的话，那么就可以这样子啊。但是呢，它不是啊。为什么不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它新的果，那它视觉看到的这些颜色，它是真实的吗？啊，它不是真实。但是呢，不是真实的，但是呢，它就有这种。 它可以产生一种这样的幻觉，这叫做元气啊。那我们的触觉可以感觉到这个桌子是坚硬的，它不是坚硬，实际上不是坚硬的啊。一个，第一个是科学可以证明；第二个呢，成就者，尤其是成就者啊，证悟了空心的人啊，证悟了空心的人，那就他就可以这个，比如说墙鼻啊、厌食这样子的坚硬的东西，它可以随意的穿来穿去啊。 传来传来，我们经常都看得到啊、呃，有石头，有鹅卵石上有成就者的收音啊、呃，有成就成就者的脚印啊，都有啊、呃。那这是什么？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坚硬的东西，不可能。这个上面怎么怎么可能，在一个鹅卵石上面，怎么可能留下一个一个啊脚印呢、收音呢？对我们来说是永远都不可能的事情。嗯。 但是啊，真悟的人来说呢，他是可以的啊。真悟的人，而且修心啊，修到一定的程度的人来说呢，对他来说，这个梦里面的东西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东西啊，都已经平等啊。见因和非见因的东西呢，也是平等啊。所以这种人来说，啊，都已经他的内心已经得到了很大很大程度上的。 自由啊，自由！所以这些物体啊，没有办法阻碍它啊，没有办法阻碍它的这些活动、呃运动咳咳，啊。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啊。那它实际上不是真实的东西。那我们怎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那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悟，没有正悟，这一切的。实际上它不是坚硬的。我们为什么感觉是坚硬的呢？在我们的触觉感觉到的，为什么是啊这个？ 是坚硬的呢，那就是这个叫做啊，这叫做这个缘起啊，这叫做缘起，一切都都最终就是因为缘起，所以实际上不不存在的东西，在我们的感官当中都是存在的，嗯，就是因为缘起的原因啊，就是缘起的原因，嗯、无比啊确定的因就是缘起因啊，在佛教里面。 啊，这个呃，中观，呃，中观、呃、的这个自虚派，还有中观的银城派啊，那么他们两个公认的、共用的有无中银啊，无中银无中银就是无中逻辑推理的方式啊，推理的一种呃，推理的方式。那么其中一个叫做什么？其中一个叫做这个缘起因啊，缘起因。啊 这个冤气音呢，其其实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中观的这个啊音当中啊，冤气音是最殊胜的，最殊胜啊。呃，比如说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利益音呐、啊，啊，这个金刚屑音呐，所有的这些音，最终就是啊，最终就是归纳为这个冤气音啊。为什么是利益呢？啊，就是因为冤气啊啊。为什么是这个？ 不滋生、不他生呢？因为是缘起啊，因为是缘起，所以它不会滋生，所以它不会塔生。嗯，啊，为什么这个物体呢，既不是一，又不是一呢？啊，也是因为是缘起啊，它本身就是一种幻觉，缘起带来的一种幻觉，所以它是不成人啊，不成不成立的。这都叫做缘起啊，这就是缘起。还有一个我们经常。 啊，经常经常做比喻的一个啊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物体的时候呢，我们的啊呃、啊、人类的这个呃、啊、一个正常的啊视觉去看一个啊鹅卵石或者是桌子砖头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精致的啊，是一个精致嗯，然后呢，这个是一个。 完全是没有任何啊间隙的啊、呃、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啊！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像佛的智慧，啊，不需要其他的，就是显微镜，非常的简单，用显微镜看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嗯，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精致的砖头，根本就没有精致的鹅卵石，嗯啊，那。 根本就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啊、嗯，这就叫做怨气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这个，鹅卵石或者转头组成鹅卵石和转头的这些最小最小的粒子，嗯的它的这个就像电子这样子的高速的运动啊。那这时候呢，一个是物体，一个是运动。 啊，然后呢，我们的视觉啊，我们的视觉本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愚钝的，它不是很明啊，它不是很灵敏啊，它的灵敏度不高，所以它的高速运动，它高速运动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眼里啊，就是产生出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那就是另外一种幻觉，另外一种幻觉。 就像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就佛教这个叫做旋活轮啊，旋活轮，啊、活轮我们垫一根弦，然后呢，没有光线的地方高速的转动的时候啊，在我们视觉里看到的是一种光的源泉啊，实际上根本没有光的源泉，就是一根一颠，啊啊，这个一根弦啊，根本没有一个源泉的东西，但是我们明明看到的是一个啊环形的光。 啊，欢心的光咳咳，啊，任何物质都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经常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是温饱的问题啊。温饱问题要解决，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个砖头是什么的。再进入的话，这个是真是假的，我们不需要啊。温饱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什么上面呢？啊，就是。 奢侈品啊，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奢侈品上面了啊！只要我们有名牌就好了，这个名牌是真、是假、是运动的、是精致的，我们没就就啊，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啊，然后呢，车子、房子啊，名牌的衣服、名牌的包、名牌名牌的表啊等等、啊，我们的注意力就是注意，呃，就就我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在这个上面，从来都没有时间去考虑啊，这个世界的物质的本本质是什么？嗯，没有，因为我们最需要，实际上我们最需要知道的。 就是这个物质的，我们追求的这东西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这个，但是我们根本不去看它的本质是什么，非常盲目的去去啊去追求，去这个去追求去，因为它的一个外表啊把我们迷惑了。然后呢，我们根本就不去看它的本质是什么啊，然后去追求它的表面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人本身人的这个生命啊，人生这么的短暂啊。 果了，本来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去正视正无啊，这个物质的本心的一个这样子的机会。但是呢，我们的机会啊，就给自己啊毁掉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一生当中都没有这样啊，几十年，就是因为我们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啊，然后呢，为了更有面子，然、啊、后就拼命的去读书读书啊，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然后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是为了工作呀、家庭呐、啊、婚姻呐、啊、等等等等，就是就是就就就去追求这些东西，我们啊、呃、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最需要考虑的就是这个事情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所有东西都解决了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就那就就任何事情都没有解决啊。比如说我们平民就。 就就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啊，去赚钱赚钱啊，赚了很多的钱啊，但是这个钱实际上是谁去用这个钱就不好说了啊，所以我们、啊、就呃就呃最就就是我们就最愚蠢的，也就是这个这个上面呢，这是我们最愚蠢的地方啊。但是佛陀就告诉我们啊，佛陀告诉我们，嗯，当你还没有。 彻底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去追求一下这些东西啊，但是呢，啊，同时一定要安排基础一定的时间去了解一下这个世世界的本质啊。 了解世界的本质对你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就是,不是，不仅是不仅是解脱，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呀、工作呀、啊，平时我们自己的幸福感、安全感啊等等情绪。 各方面都非常有帮助，非常有非常重要，所以佛陀就让我们去啊，这个去去了解一下这个缘起啊。当我们彻底的明白这个缘起的道理的时候呢，然后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就不需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如果追求的话，那也就是像释迦牟尼佛已经原历了生老病死，但是呢，他就是。 表面上实现生老病死，为什么这个就是，那个就是离我们我们跟佛陀的距离啊，拉得更近啊。大家都知道啊、哦，佛也是人啊，他也会生病的，他也会怎么怎么样的啊。那我如果我也是人呢、啊，跟佛陀是一个级别的人啊。如果我能够用功的话，我完全可以达到像佛陀这样子的境界，就是佛陀啊。 告诉我们这，但是他不是用语言来告诉我们啊，他用身体来告诉我们。只只不过就是佛陀跟啊这个众生之间的距离拉短一点、拉近一点，所以他就实现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彻底的征悟了这些以后，如果我们还去啊这个追求名牌的话，那肯定是实现。 啊，肯定是这个实现而已啊，这个不是我们自己需要，而是就是为了度化这些现代的年轻人，最非常非常喜欢这些，非常追求这些时髦的啊，这些年轻人就为了度他们，那肯定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度他们，就是我我们为了自己啊，但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这个缘起的道理啊。佛告诉我、啊，这个宗喀巴大巴大师也说了。 啊，佛教的这个核心是空心啊。那我们怎么样去了解空心呢？我们怎么样去相信空心呢？让我们对空心升起信来的啊，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无比的，就是这个缘气啊，无比的，就是缘气。嗯，所以，所以我们要去问死呀啊。如果怨气是一个这么非常非常正确的道理，但是我们不问死，知道吗？不知道，呃。 所以，先温死啊，最后修行啊。先通过温死把我们的一些触达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全部推翻啊，然后再去，再去大做。我们就是啊，再去大做，然后就就去这个寻找最终极的答案。这样子以后呢，啊，就一定能够真悟空性的啊。所以，呃。 呃，宗喀巴大师也说啊，务必决定的因就是缘起啊，缘起当中呢，就这下面也讲了，就包含了两种意思，一个啊，就是这个呃，第一个呢，它可以可以断住断简啊，虽然这个物质都是不存在，是真不是不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呢。 它不是真实的东西，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同时，在我们的眼里啊，在我们的感官的层面啊，什么是感官的层面呢？就是现实生活啊，现实生活就是我们的感官的层面，就是这个意思。那、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它是可以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啊。 它在在我们的钢管世界当中，它是一个真实东西的同时，它在另外一个境界当中，它根本是一个啊、呃，根本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嗯，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啊。我们一个，呃，一个啊，我们两只眼睛啊，一个是用纤维镜来看这个砖头，另外一个是用肉眼来看这个砖头。 左眼右眼，他得到的这个结论是不一样的啊。左眼右眼，一个眼睛呢，就就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运动的啊，一个运动的这个呃呃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砖头。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全部都是全部都是电子、分子啊、原子，根本没有一个呃砖头啊，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嗯。 但是左眼呢看的是非常清楚，就是有一个砖头存在，而且是静止的，嗯，而且它是静止啊。但是实际上这里没有两个砖头啊，就一个砖头啊。左眼右眼不一样，为什么呢？左眼是我呃，右眼是通过显微镜看的啊，所以他看到他根本没有看到砖头，他看到是高速运动的啊粒子，嗯，然后呢？ 左眼看到的是砖头，他根本没有看到运动的东西，他看到的就是静子，这两个是严重的冲冲突了啊！那、呃、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跟着显微镜的呃这个结论走的话，那就我们这个左眼看到的啊否定啊否定啊！如果我们还是希望啊。 左眼看到的这个现实生活，我们一直都习惯有一个坚硬的东西，有一个砖头，有一个这个桌子。如果我们喜欢保留这种观点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很勉强的把显微镜的这种结论我们否定啊。但是能否定吗？不能否定，没有办法啊。可以不接受，但是没有办法否定。嗯，咳咳啊，左眼、右眼的结论都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 啊，一个有纤维筋的帮助，另外一个是没有的啊。那我们现在也是啊，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和之后的啊观点不一样，或者是不观察时候的现实生活当中的结论和观察的大作的时候的结论就不一样。一个人的精神呢啊，但是呢，两个不同的东西出来了，啊、两个不同东西出来了。那、嗯啊、这时候我们啊就接受那一个呢？ 啊、呃，因为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一切，我们认为是真实的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认为保留，如果我们希望保留它的话，那么怎么样保留啊？它有没有一个证据？它是证明能够有没有一个证据证明它是存在啊？唯一的证明是就是我自己的视觉啊。 就是因为他看见了，所以这个是有颜色的呀。因为我的手摸到了，这是是是一个坚硬的东西，所以它是坚硬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吗？没有，没有，没有其他的啊证据啊。但是呢，他一定会告诉我，你眼睛虽然是看到了啊，永远都不否定你看到的是彩色的世界，但是呢，你看到的是假的，啊，假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所以。 我们原始看到的这个啊，这方面叫做世俗地的元气啊，然后这个元气呢，它同时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这叫做圣意地的元气啊。实际上这两个都是元气，所以呢，圣意地的元气，它就啊断出了什么呢？断出了长劫啊，世俗地的元气，它就断出了短劫啊，然后呢？ 长短两个尖都端出来以后呢，让我们走上这个中间的啊，这个中观啊，中观这叫做中观，嗯咳咳，所以这个是无比决定因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呢，这个中观里面呢，它讲专门讲啊，这个中观里面就专门讲这个呃。 这个元气音啊，都要讲很讲讲很多，但是呢，我们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什么是元气，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都已经学过了啊，已经学过了这个中观，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元气啊，这是这是所有这个所有的这个逻辑当中啊，逻辑之王了、啊。 啊，这个就是洛基之王啊，可以说是银王啊，是这个所有银当中啊，银当中的啊，这个最有啊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这个元气。嗯，<coughs> 那刚才我们讲的啊，我们坐眼看到啊这个呃，坐眼看到的这个静止的砖头，它是。 元气啊，元气为什么是元气呢？它的因是什么？它的原是什么？它的因啊，就是电子原子核和,和电子，主要是电子啊，它的因啊。然后它的缘是什么呢？高速运动就是它的缘啊。如果电子啊，它不高速运动的话，那我们根本就看不见它啊，根本就看不见它。嗯，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如果没有电子的话呢，那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运可以运动了，所以我们的产我们的视觉当中也不会产生啊这样的东西。所以啊，就是因为有一个原子呃有一个电子，然后呢它也就高速的运动，然后银河圆都成立了啊。那在这种前提下，我们的视觉当中产生的就是这个世界，啊，就这个世界。实际上我们啊。 就一直都就生活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中啊，这个世界呢啊，并不是任何鬼啊、任何神制造的，是我们自己的幻觉啊，我们自己的幻觉。嗯，只要我们能够解决自己的幻觉啊，那这个虚幻的世界啊，这个虚幻的世界，它一定会瓦解，它一定会瓦解。这个瓦解的那一天。 啊，我们成佛了，成就了啊！所以咳咳这个叫做啊，呃呃，因呃，这叫做这个、呃、缘起道理，嗯，无比决定因为怨气道理咳咳。然后就说，呃，见相未不成啊、呃，此与顿交发，如何能了之 那、啊、这就是说啊，呃、啊，虽然佛陀讲的啊，这个冤亲是一个这样子的真实存在的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跟信仰有没有关系？这个没有关系，唯物论者也就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了啊，唯物论者也就只能这样子解释啊，这个跟佛教是不是有一种因为因为有信仰，所以就是另外一种解释方法？当然不是啊，但是唯一的。 就是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因啊当中呢，佛教就会啊会就啊会就会告诉我们，这个除了我们看见的啊，无论是我们的肉眼也好，显微镜也好，除了他们看到的这个客观的因和愿啊之外。 还有一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个作用，还有就是上一世的这个啊、呃，上一世的这个善和恶的这个业里的国宝啊，这个会加进去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啊，就就就没有这里没有任何新样的成分，任何人都要这样子接受啊，这就是佛教的世界观。嗯，但是 <coughs> 啊，但是有两种情况啊。 我们如果说啊，这个世界是缘起啊，所以它是不成理啊。我们这门佛教就建立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呢，尤其是大乘佛教啊，建立这种观点的时候，然后由两种人啊，两种人来反驳啊，来批评。嗯，两种人怎么反驳呢？啊，相为不成啊，就是这两个啊。有些人会说。 你这是相位的，就是说，你这是自相矛盾的啊！有一种这样子的声音啊，这样子的声音，另外一种声音是什么呢？啊，就是说，这是根本就不可能，这个世界不是缘起啊！就有两种啊，佛教就是这样子建立自己的这个缘起观点的时候呢，他会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啊，两种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个呢，就是说啊，不可能。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自己自相矛盾啊，自相矛盾。那这两个是谁呢？啊，这两个声音，这两个不同的声音来自于什么呢？一个是教内，一个是来自于教内啊，一个是来自于教外啊。那咳咳教内是什么啊？就是呃，魏师伦啊，魏师中的一部分啊，还有就是。 小乘佛教的这个呃啊，小乘佛教的一切有不和进步啊，就是他们嗯，他们呢，他们说这是啊自相矛盾啊，他们为什么说不成呢啊？他也认为啊，呃这个缘起啊，其实是他也承认的嗯，但是呢，缘起这两个字的揭示的方法啊是不一样的，揭示的方法不一样。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前几天呢，这个《道干经》当中就是有一种话啊：“如来出现，若不出现啊，法心常住啊。”就是这一句话啊，从小乘佛教的一切有不到大圆满啊，都在解释这一句话，都在解释，但是解释的方法都是不一样啊。小乘佛教就是因为这每一个。 每一个教派对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的理解啊，是完全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高低的层次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天说了一句话啊，然后呢，啊，其实很多很多人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啊。有些人认为是指的是这个，有些人认为指的是另外一个意思啊，不一样啊啊，尤其是佛陀的这些教法都是这样子啊，那。 一切有不啊，还有还有绝大多数的这个这个理解是什么呢？啊，如来出现啊，若不出现，释迦牟尼佛出现也好啊，不出现也好，这个发心常住，发心是什么？就是自然的规律啊，这个是存在的，这是最这这个自然的规律呢啊，就是我们前几天讲的这种外在的和内在的这种因果啊，这个大家都公认的嗯，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啊。 自这个发心常住是为世宗啊，他认为是什么啊？发心常住，他认为这个发心是两种佛心啊，两种佛心就是佛心啊，他解释为佛心啊。但是呢，他的佛心就是阿赖耶识啊，他认为就是阿赖耶识，如来出现也好，不出现也好，阿赖耶识是存在的啊。这个就是为世宗的观，嗯。 然后呢，中观啊，它就有两种解释啊，呃，中观，呃，自空中观，他他认为这个发心常住就是空心啊，如来出现也好，不出现也罢啊，这个世界是空性的啊，这个是自空的啊，这个呃这个理解，嗯，然后踏空的理解呢，发心常住，他认为这个发心就是就是如来藏啊，如来出现也好，不出现也罢。 啊，如来藏永远都是存在的，嗯，这是他的解释。然后呢，密法里面呢讲啊，密法里面讲发心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佛的贪嗔啊，如来出现也好，不出现也罢啊，这个世界的本质永远都是清净，它永远都是佛的贪嗔，这个永远都是存在的啊，就是这样，这个有就这么一句话。 啊，就有这么多的理不同的理解啊，这所有的都是没有错的呀，啊都不能说错，我们这里不能说啊，不能说谁错谁，啊、呃，谁谁对啊，这里面没有一个绝对的错误和绝对的绝对的真实的，嗯，啊，当然可以说相对来说啊，谁的是真理，谁的是不是真理，谁的是错误，可以这么说，嗯。 啊，就比如说最表面的、最低层的这种解释呢，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也好，不出现也好，啊、自然的规律是存在啊，那这个是没有错的呀。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生之前啊，人类的历史啊，就这么长时间，这个当中有自然的规律啊，这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现之前就有这些规律了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规律也存在啊，然后呢？ 和这个呃呃善和大地的，它的这个大自然的这些规律啊，那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现之前就有啊啊，之前就有，那这些也是存在，呃，这个没有错呀，可以这么说，没有错的，嗯呃、啊，但是呢，它相对啊其他的这个后面的这些解释来说呢，那它就是有一点啊，这个理解比较皮毛啊，但是它的也是对的，嗯，然后。 为是总的啊，就是讲这个，呃，佛的啊，这个呃，佛中啊，佛中就是佛心啊。那这种佛心呢，他们认为是呃，闻思修通过闻思修呃播下去的一种善的种子啊，善的种子实际上就是播在阿赖耶识当中的一种善的种子。这个善的种子呢，然后每个人都有这种善的种子啊，如来出现也好。 如来不出现也好啊，释迦牟尼佛出现也好，不出现也好，每个人都有这种善，所以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啊，成佛的可能性是存在，嗯，相对来说，他们的也是，也是，也是真实的啊，这个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 有没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呢？当然是有可能性了啊,啊，这个也是对的，嗯。然后自空中观、他空中观说的就更更准确了啊。最后就是密法里面讲的，最后大圆满里面讲的就更准确了，嗯。这是每一个啊，每一个这个教派啊的这个对佛陀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呃、啊、听经闻法的时候呢，必须要找到一个。 啊，善知识，呃，必须要找到一个善知识，必须要听善知识讲啊。我自己的理解是不对，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讲如来出世若不，如、哦、来出现若不出现，发心常住，怎么样解释呢？啊，如果我们自己去就就只看到这几句话，我们如果没有看到其他教派的解释，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啊，这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触到佛的真正的意思，嗯。 但是呢，因为这么多的这个教牌，它每一个都有一个解释的方法。实际上，每一个解释的方法都给我们啊，给我们灌输了一个正确的观点啊。但是这个正确的观点当中呢，啊，可以分更正确的和不怎么正确的，可以这么分。实际上啊，呃，但是呢，他们是他们在在某种层面上讲都是准确啊，都是准确，所以这个我们。 啊，这呃，文思修当中的文是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尤其是藏传佛教，他非常非常重视这个传承啊，传承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没有传承了，这个就是断层了啊，怎么样去解释这个断层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比如说刚才我们刚刚讲的就就这一句话啊，密宗里面是怎么讲的？自空中观怎么讲？他空中观就怎么讲？但如果我们根本没有没有没有听说过这些啊，没有听说过这些结实的方法，这种结实的传承如果断层的话，那我们自己去看这句话，我就是以我自己的理解去传给别人，这肯定是错误的啊。所以啊，藏传佛教非常忠实传承。 没有传承不允许讲啊，没有传承是不允许讲的，呃，没有传承我们可以念啊，尤其是先宗的先宗的一些衣轨，没有传承我们可以念啊，没有传承我们可以看啊，但是要讲啊，绝对要有传承的，没有传承一定会是自己，那是自己的理解、啊，不是佛经的意思了啊，所以。 就是这个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在这一句话上面都能够看得出来的啊，这很重要。嗯、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啊、呃，第一个啊、呃，这个时候教牌这些教牌啊的这个呃人识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说啊，这个啊、呃，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啊，魏世宗以下的啊，他们是呃虽然承认这个冤气啊冤气的理论，嗯。 但是呢，他们对元气的这个啊认识啊，跟这个中观意义上的这个元气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他们是有所保留啊、呃，有所保留。有什么样的保留呢？比如说，啊、呃，魏世总啊、呃，他认为啊、呃，除了啊、呃，他认为呃，物质世界啊是虚幻的、不存在的那。呃 可以说是缘起，可以说是幻觉，然后呢，精神层面的一些啊啊情绪啊一些情绪，比如说坦诚、持啊、呃、等啊，是虚幻的，就是意识的一种活动，它是虚幻的，也是缘起的，嗯。但是呢，啊这个呃入了这个呃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它是不是？ 怨气呢？它是怨气啊，但是呢，它不是啊虚幻的啊。所以他认为啊，他认为如果用“怨气”这两个字来啊，这个推理啊，去呃这个这个判断啊，这所有的这个物质是虚幻的话，这里面有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为什么呢？啊，在在哪里有自相矛盾呢？ 他认为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就是有自相矛盾啊，阿赖耶识既是啊缘起，又是实有的东西啊，实有的东西，所以不能说所有的缘起都是虚幻的啊，不能这样子啊。他认为如果这样子啊，所有缘起，你说所有缘起都是虚幻的话，那在阿赖耶识上面呢，你一定要承认阿赖耶识是缘起啊，然后呢，你也承认阿赖耶识是。 石油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就不就自自相矛盾了吗？所以他想相为就是这个意思啊，相为是叫内这种声音是叫内产生的声音，然后不成啊。 不成是教外的声音，教外就是除了佛法以外的声音啊。那他们是不承认缘起，还有我们普通人包括我们普通人，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我们当我们还没有学佛的时候，或者是学了佛，但是我们在烧香拜佛的阶段当中，我们还没有听这些的这些中中观的时候呢，我们也认为这不可能啊啊，种子产生这个。 道中产生这个道呀，我们承认啊。但是，如果你说因为，因为因为这个道中产生道呀，所以这是虚幻，那这个这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话。我们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的，因为因为是实有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 道中就可以生道芽呀，啊，因为道芽是实在的东西、实有的东西、正实的东西，所以从道中当中产生啊。因为道中它是正实的，所以它可以产生道芽呀。啊，我们不经以以前也不就是这样子吗？嗯，所以他认为我根本不承认你的这种啊元气啊所谓的元气，不承认这种元气，我只能承我只承认可以有有有因和有果，这个我承认，但是。 硬核国根本不是你所说的这种远近啊，不成离啊，就是他会这种声音，嗯，有两种声音就是这样子嗯，嗯，啊，那就是有两种声音的这种人呢，啊，此愚钝交发。 如何能了之啊？那这种人呢？怎么能够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么深奥的这个教法？他们如何能了之呢？根本就不可能，他们根本就不能了结啊！这个缘起，他们根本就不懂缘起，就是这样子啊。那就是说，除了中观以上的啊，除了中观以上的这个呃教派，才能够真正的啊指导啊。 理解了这个佛的缘起道理，嗯，除了中观以上以外，连微识宗啊，他都没有啊，他都没有正式的了解到这个缘起的啊，缘、呃、起的这个真实的意义哦，这样子的意思，所以他们啊没有办法、呃、这个了知，除了中观以上，所以我们要学中观呢啊。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啊，这个核心“喝”行啊，就是空心啊，圆寂。那么这个空心和圆寂呢，通过一种推理的方式啊，通过一种理论，通过一种逻辑的方式啊，就呃展现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中观啊。那所以我们要学中观，学中观非常非常重要啊。但是呢，我们啊。 太这个偏重于这种理论啊，就根本不实修，这样子那当然是不行的啊。但是呢，学呃这个学中观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学。嗯，嗯呃这个啊啊，维世宗和这个呃一切有不他们为什么啊？他们为什么称？他们为什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听。 没有听说过大乘佛法啊，没有听说过大乘佛法，小乘佛教啊，小乘佛教他根本就不承认大乘佛教是佛说的啊，他认为佛经就是在他能够接受的这范围当中的一部分的经典才是佛法啊，除了这些佛法以外呢，其他的这些论点呢，就根本不是佛说的，是其他人啊，其他人啊自己。 啊，著着，然后这个是佛,佛经，是一种借口，实际上不是假造的。嗯，这是小乘佛教，因为他只他只能理解，他只能接受他这个佛三专法论的第一专法论的范围当中的啊这些佛经，他认为这就是佛经啊，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佛经。嗯 因为他没有听、没有听到过、没有学到过大乘佛法，所以他认为啊、呃，所以他认为这个元气跟啊、呃、虚虚空是自相矛盾啊、呃。如果我们不学的话，我们不学的话，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也会说啊、呃，因为因为种子能够产生这个呃呃这个芽啊、呃，那因为这就是说明充分的说明这是真实的东西。 啊，我们会，我们也有这种想法呀，嗯，所以文思非常的重要，啊，如何能了知？这样子的人是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佛陀的真法啊，没有办法了解的，嗯，那如果不能了解，这就是说明什么呢？这是损失可大了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没有办法推翻我们的无名呢？啊，无名。 那么没有办法推翻五名的话，那实际上这个轮回就是没有断除啊，轮回没有断除。所以用严格意义来讲的话，阿罗汉他还没有完全脱离轮回啊。严格意义讲讲啊，就是因为这个十二怨气啊，十二怨气完全停止或绝对停止是十地以后啊。 第十一滴的时候，也就是说成佛的时候呢，才能够完全停止。嗯，在这个之前啊，是没有完全停止。嗯，当然，当然，阿罗汉他从此以后呢，不会因为像我呃，因为像我们普通人这样子造业，然后不自由的去这个多啊、呃、轮回，然后受苦这样子，他不会有，他不会有这种轮回啊。但是呢，严格意义上讲， 他也还没有完全超越这个轮回，就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真悟，还没有彻底的真悟，缘起心空，所以他不能达到这个这个境界，啊，啊、呃，如何能了知？尊虚若实见，空愿其意啊，尊虚就是释迦牟尼佛十尊啊，师尊，若实啊，若实就是。 什么时候啊？那个时候啊，什么时候呢？减空即缘起意，就是说空即是缘起的意思啊。除了空以外，没有缘起的意思啊。除了缘起以外呢，没有空啊。什么时候能够啊正无空即是缘起啊？就像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嗯，就是。 什么时候啊、呃？这个正午啊，这样子的元气的意义的时候呢？啊，元气义的时候呢？星空与成理，啊，星空与成理。呃，心啊，坐所作无为啊，作是作和所作是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写字的时候啊，字。 就是所作啊，所作啊，邪就是作啊，邪就是作啊。然后呢，字就是所作啊，画一个图啊，然后呢，这个回画啊，就是左啊，这个画出来的土像就是所作啊，这就作所作。嗯，作所作无为啊，什么无为呢？并不是说。 做和缩作无为啊，并不是说这个无为，那什么呢？就是前面要连接到前面啊，性、嗯、空欲成离，空心和缩坐啊无为，就这个意思。那、嗯啊、平时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啊，如果有缩坐，比如说有东西啊、呃，比如说啊、呃、有子，然后有可以写，有画，有我们又可以去绘画啊。 这样子的话，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这些都不是空心啊，这些都是正式的啊。因为这个子它是正式的，所以我可以写啊。因为我的斜，这是我的手和笔的一个运动，因为它是正式的，所以我在这个摆支上面可以写出东西啊。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空心啊，都都是都是真实的。我们认为这个不是空心，我们的概念当中的空心是什么呢？ 如果是空心，我怎么歇呢？啊，我歇什么呢？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概念当中啊，这个空心、空心和所作是矛盾的啊。凡是有所作做和所作的，不是空心啊。凡是是空心的，不可能有做和所作啊。这是我们的概念啊，我们概念当中。 这样子，但是呢，十尊啊，师尊是怎么怎么怎么说的呢？啊，我们啊，就是若实啊，那一天我们把这个空心的意思啊，就是理解为怨气啊，把怨气的这个意思理解为空心的时候呢，啊，那时候我们就就就就啊正午了啊，就是。 证悟了，我们理解了这个空心啊和做梭梭，这是不矛盾的啊，不矛盾啊。虽然是空心啊，但是它也可以有做和缩做啊，是有是有做和缩做，但是它也是可以是空心，同时它也是空心的，那、啊、空性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油烟啊看这个砖啊，这个通过显微镜看啊，左眼。 用肉眼去看这个砖头啊，那在我们油眼看到的时候根本没有砖头啊，但是呢，我们的左眼当中有，我看见的是砖头啊，所以虽然是在纤维镜下面是没有的啊，没有的，但是呢，我的肉眼看到的有砖头，所以我可以把这个砖头拿去可以砌墙啊，可以修房子呀，啊，都可以做这个有做和缩做啊，这非常简单，大家好,好。 呃，想一想啊，我油烟通过啊，通过这个电子显微镜我看的时候呢，啊，在这个下面是没有砖头的，这个下面没有砖头，呃、啊，呃，显微镜可以看到原子啊，原子，比如说一个针的这个最最小最小的地方，可以排列这个七个原子啊。 就是这么小，但是呢，显微镜它是可以看到啊，它看到的都是这样。显微镜看到这个光啊，这个这个原子的时候呢，就是会看到就一个整的针锋，看到七个亮点啊，七个亮点啊，其实这个光啊，实际上这个就是原子。嗯，它没有看到砖头啊，但是呢，我的左眼呢就看到砖头，没有看到。 这么多的光，两点我没有看到，我看到的是，啊、呃，这个砖头啊，啊、呃，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可以看到，虽然是这个我做右眼没有看到这砖头，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我的左眼说了算呢、啊，啊，所以我可以这个这个砖头我可以拿去啊，这个呃可以砌墙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砖头是由左所左啊，砖是什么？嗯、呃，所左。 啊，然后呢，我们去做这个转的时候呢，啊，用泥巴去做这个砖，这这就是做啊，做和所做都是存在的，但是显微镜下面呢，这东西都不存在啊，不存在，但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啊，不矛盾的，所以我觉得、嗯、这个，呃，就就是就是这个呃啊就。 现代物理啊，产生了以后呢，对我们带来一种非常非常好的啊一种这个呃、啊、解解读啊佛经的一种方式啊。我们今天用这种方法给大家讲啊，大家一下子就明白啊。否则的话，这个说做呀、做呀、空啊都不矛盾。只有正午的那一天，我们肯定大家都知道了。除了这个以外，还是有很多的障碍呀、啊。 还是有很多障碍，但是呢，我们这样子一讲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障碍。这个不能不接受科学的证这个呃成果呀，啊，谁敢否定呢？啊，不敢否定的啊，只要有这个“科学”两个字的话，那就不那就、啊、谁都没话说了啊，没有任何余地啊，这样，所以呀、啊，就是。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现在呢，我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佛法的这个中观呢，那就可以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讲啊。然后就如果没有科学两个字的话，那就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啊。当然啊，我们没有这两个字的话，这些这些声音有没有办法解决？完全是有办法解决啊，但是没有那么的快啊，没有那么快，嗯。 只要有只要用这两个字，就快速的解决了啊！快快速解决。啊、呃。如果大家不能接受的话，也就是心里不能接受，但是也嘴巴不敢说了啊，不敢说。谁敢这个冒犯科学啊？不可能的，不可以的。啊，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就是就左眼和右眼啊，左眼发现啊砖头是存在的，右眼就发现砖头是不存在啊。 那不存在是电子显微镜下面，电子显微镜下面我们不需要生活啊，我们的生活就在眼睛五种感官下面生活，而、啊、不是在电子显微镜下面生活。所以显微镜看了没有，呃，就无所谓了。我们自己有啊，我的感官就他看到这个东西存在，所以在我的有桌眼下面有桌有说桌。 都有了啊，桌沿下面有就够了，我们就满足了，这就有了。这其他的啊，这电子显微镜下面有没有，我们不会管的，啊。只要是，真是呃彻底的想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的人，才用这种方法去看这个到底存不存在啊。像我们这样子，经常追求金钱呐、啊，追求名利呀、啊，追求名牌呀啊,啊这样子的人。 就根本不需要这些，就呃，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存在啊，希望有。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都没有，我们的名车呀、名表啊、房子呀，什么都不存在的话，那就是很失望的事情了、啊，很失望啊。所以我们希望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用显微镜来看这些，我们就用肉眼看，肉眼看的话，那一切都是存在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用中观的这种方法去。 观察呀，这个用通过这种方法去观察这个世界一定会瓦解的啊，瓦解了，那这个世界瓦解了，那我们不就一直都追求的东西都不就不存在了吗？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不就很失望啊？所以，所以就不要用这个中观的这些理论，不要用显微镜啊，没有显微镜，没有中观的这些这些理论，或者是有我们也就不要用的话，那我们还是暂时可以。 可以很放心的去啊、呃、追求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有安全感啊，因为这些东西参与到我们生活当中，然后就经常让我们带来很多的不安全的因素，呃，所以那个呃呃，当年阿底下尊者给两个啊给两个小乘佛教的修行人，戒律啊各方面非常不错的人，给他们讲。 人无我的时候，他们两个都非常的高兴啊，然后呢，希望阿蒂夏尊者进一步的讲，然后就没想到意外讲出来这个一切都是空性的时候，然后呢，两个人用手盖住耳朵啊，就就请求阿蒂夏尊者不要这样子讲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参与到他们的修行当中，他给他们带来不安全的因素啊，没有安全感，所以不想听啊，那就是。 释迦牟尼佛把这一些东西都是分开的啊，就是有有有些人呢，他就希望有这一生，希望有下一世，在这一生下一世当中，我能够拥有更多的财富啊，拥有这个呃呃各种各样的这个，那、啊、他享享受啊，那这种人呢啊，就当然不愿意听这些了啊，那这些这些这些中观的这些理论呢、啊，对他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威胁呀、啊。 所以他不愿意听，那不愿意听释迦牟尼佛，分开了给他讲人天成啊，人天成，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了，根本就不说这个什么人我呀、啊、法我呀、啊，根本不讲人，当然有啊，你就是有，因为有有你，所以你不能啊呃,呃这个杀到阴王啊，如果杀到阴王了，以后你一定会堕地狱呀、啊、痛苦呀、啊，所以说告诉他们这些啊。 佛就是把这些分开的，但是如果有一天呢，他也就觉悟了，他也就想再进一步的了解的话，那、呃、这时候他也会发现这些都是不存在。嗯，那人每一个人的这个咳咳追求啊，或者是他能够理解的这个层次深独。 哦，是不一样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穿这么多的法门啊，穿这么多法，还有就是有这个密宗里面呢，就讲九成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乘呢？不就是大乘、小乘两个乘吗？为什么有九乘呢？啊，就是因为不同的根境啊。那不同的根境只有九种吗？除了九种以外，还没有吗？当然有了，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成千上万种的。 这个呃，这个根基都有，但是呢，可以归纳为九啊，大小啊，大、呃、中小啊，然后大就分大大大中大小，中就分中大中中中小，这样子九个里面全部人的所有所有人的这个呃这个根基就就就可以包含了啊，可以包含了。 <coughs> 那佛传法的是方法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也是只追求人天成啊，不需要解脱的话，那我们曾曾经都讲过很多次了，那就不要观察了啊，好好做人，然后就好好心善啊，不要去造罪哦、啊。这样子的话，下意识一定会有下意识，而且一定会有比较好的。 啊，比较好的这个呃国宝，那就是我们就跟着这个呃左眼啊，就就在跟着左左眼走，也就是呃跟着左眼的结论走，也就是在左眼的这个结论当中生活啊，那就右眼啊通过显微镜看到不一样，但是我们暂时可以不管啊。嗯啊 当然啊，这个我们要看清楚物质的真相是什么？为什么？因为因为我们的无明啊，导致了啊这么多的一个痛苦、生老病死啊。那这是因为无明。那我们如果能够解决的话，这个越早越好啊，越早越好。所以还是要我们还是要否定这个左眼的啊，左眼的这个啊，这个这个结论，跟着显微镜的啊结论走。 啊，这样子是比较理想的，咳咳比较准确的。所以这这里面讲啊，空心和这个呃呃所作所为是不违的啊，不相违的啊。什么时候不相违呢？啊，这里面说的很清楚，很清楚啊。师尊说啊，呃，世尊说，若是啊那一天我们把空心理解为。 怨气的时候啊，就是在那一天，我们可以把这个空心梗啊有所作所为啊，可以啊，可以圆融啊，可以圆融不相为等啊，这样子不相为嗯，若见犯必止，嗯，那是什么意思呢？啊，如果啊，他的间接。 是相反的啊，相反的，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空心和有所作所为是相反的啊，永远都不能圆融的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刚才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观点的相反是这个啊，如坚啊，呃，反比者，孔子用不称啊，凡是空心的东西啊。 都没有用，这个地方的“用”是刚才讲的“做”和“说做”，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啊。“做”和“说做”在藏文里面呢都是一个字，但是呢，汉文的翻译啊是有点用词不一样，但实际上都是一样啊。那如果我们的见解跟前面啊相反，也就是说，呃，把空心理解为缘起啊，把缘起理解为空心啊。 就是，呃，刚刚讲的就是这个见解啊。跟这个见解相反的话，那是什么呢？啊，那就是有空心的话啊。凡是空心，空则啊永不称啊，空就不能有作和所作啊，空不用不称。那有用则无空啊。凡是有用，有用就是说，凡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在时间啊。 有做有所做的东西都不空，都是真实的啊。相反的观点就是这样，那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呢？啊，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啊，多苦恼先出，啊，那就是它是这苦恼的现出是什么呢？就是极端啊，两个极端就多变啊，极端啊，什么的什么样的极端呢？就是长。 长边和短边啊，长和短。他认为，凡是有的东西都是不灭的、不空的，这就是长间啊。凡是没有的东西，它永远都是啊。凡是空性的东西，它永远都不可能啊，都不可能有做和所作。那这样子的话，这叫做断间啊。它就会多到长间和断间的这个两边。 如果啊多到长间和短间的两边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证悟这个缘机，如果不证悟缘机的话，那在这个时，在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是会要经历无数的这个痛苦烦恼啊。所以就是说多苦恼现处啊，就多变。 师古玉尊教啊，积赞冤起冤呃，见冤起啊。所以师尊的这个佛教啊，师尊的这个教法里面呢，非常非常的称赞见冤起啊，非常的称赞见冤起、啊。怎么样称赞的嘛？这个我们前几天啊、呃，这个呃提到的这个冤起啊冤冤起经。 和《道干经》都讲啊，呃，尤其是《道干经》当中讲释迦牟尼佛啊，有一天在这个农田里面呢，去看见眼睛就是逆视之一个这个道干啊，然后就说众比丘啊，给说给给这个呃佛陀的眷属说众比丘啊，若见冤因缘，呃，那、呃、必见啊、呃、必即见法啊，如果。 见到了这个银元的话，那这个就是见到了法啊，见到了法。若见欲法，即能见佛啊。如果见到了这个这个银元，那就是见到了法，啊，见到了佛啊。见到佛的意思是什么呢？并不是说用肉眼看释迦牟尼佛啊，见到自己的这个心的本心啊，空心，这就是。 《金刚经》啊当中讲的，我们认为释迦牟尼佛是佛陀，就是有有有色有形状的一个这样子的肉体，这是错误的。佛陀也说了，如果认为我是色，我是香，啊，我是身啊，那这种人永远都看不见我啊。那这就意味着什么？这意思是什么呢？佛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佛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光明。 如来藏啊，或者是空心就是佛，嗯，那就是佛说啊，谁能够啊这个见到了这个因缘缘起啊，那这个人就可以证得佛的过位，然后就可以证无，可以看见佛的发生。啊，并不是说佛的色身就是佛的发生，啊，这样子，呃、啊，佛在这个咳咳啊非常啊赞成啊称赞。 非常的赞扬，建那个空建缘起啊，在佛教的这个佛的教法当中呢，非常赞扬这个建缘起啊。好、嗯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Om Aum Bandhu Gurubam Sadhoo. Om Aum Bandhu Gurubam Om Aum